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Eason， 欢迎回来戴安艺术咖啡我的频道。今天我们一起来做手抓饼火腿三明治。准备一盒午餐肉，西红柿切片，午餐肉两面煎至金黄色，鸡蛋双面煎熟，取一张手抓饼，抹上沙拉酱，用手抓饼包裹起来，煎至四周表面焦黄。香酥可口的手抓饼火腿三明治就做好了，外酥里嫩，焦香四溢，搭配一杯方程的意式咖啡，充满活力的开始一天的生活吧。感谢收看，点赞收藏加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